嗨，欢迎来到黎明时间咨询家，我这里是生活爱好协会，我是龙长者。黎明时间最新版本已经更新，恶魔城章节已经出来，包含一位杀手跟一个生存者，他三个技能之前我都说过，等一下我会再介绍的。他有一些改动，最大重点是关于新杀手。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其他，让我们开始点评吧。恶魔城幽魂无关无事之后会出来，那两位期待哦。新逃生者拉亚夫、贝尔蒙特，感觉也没有太大变化，他的技能。对局结束时，稀有度不会保留，这真的很烂。不过我之后再说，他这个也没有改动嘛，稀有度不会保留。他这次会补充25%耐久度，如果是用工具箱的话，可以收更多，哎呀，不会收太多。那这个的满一般根本就是炫技专用，就是给一些高手来炫技，炫技意义大于作用。说真的，然后是三号黑暗之主，血王吸血鬼，哦，德古拉。那他这个给我感觉很像木叶。木瑶也是一开始在差数超级弱，而且有很多一些技能、很多攻击方法。德古拉同样在差数很弱，那其实也没有太弱。但其实他是有一点，但是形态不够强，所以现在加强了，也可以让他更加容易消耗。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微调，但是就是这边就是说他加强了一点各种性能。狼形态追踪更有效率，移动速度增加，水泡和是更加明显。那反正移动速度增加就很重要，不过移动速度增加就更加好简单操作，呢个都唔使多讲。先不多说，新技能，看看最近有冇咩变动啊？阳性灿烂，你可以看到被打开的箱子的细节。在箱子范围，我会看到逃生的细节。其实这条那范围蛮赶，在小白方追逐的时候，我也会看到他们细节。不会很强，在一些高等巨人的根本不碰箱子也可以，都是娱乐技能，看这摸宝。呢只 game 唔系咁，佢呢个 pit 都系火分嘅，火分食得好重。逃生者又会打开只箱子，会加快50%。还有下面人，那当然他们打开之后也可以关门，所以我一直这样沦为一个逃生者钱包不通的，所以利用这个他们贪心的这点，
去惩罚他们。那反正这些技能就是蛮搞笑，蛮有一些趣味性，因为都挺搞笑。这个可以说是专门为一些破风时刻、一些影片时刻，这样蛮搞笑的，在这方面不错。然后这样就不多说。医生正电爆炸范围没有逃生者，冷却时间为30秒。加强很多，那是应该加强的。其实医生对于 ATE 来说也不会太强，就算电到也没有造成伤害。你电到以为很爽，但其实没有什么作用。如果你是高手都知道，那这个我认为这个游戏有很多。那如果你的实力到达某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你就会去理解很多一些技能哪些是比较有实质的作用，就这样。这些小的改动也没有太大。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个物事有没有受虐，物事就是十分的恶心不平衡。那黎明时间也是个派对游戏。所以我也不太多说的是，那反正物质很不平衡，很不公平，跟物质好唔公平的，结果系冇物质嘅削弱，可能到佢光复佢都未削弱，咁我都唔多讲，一大小小的改动，感觉也没有太在意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去哦。那我白吃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改动啊！那他改动就这样，反正都是各种代差产手梗在增加。哇，移动速度变成4.6，这才3秒。不过4.6只是基本而已。哦，如果4.6再搭配那个技术效果，变成4.8。难怪我之前那个狼形态感觉超级猛。唔怪之前咁鬼猛啦。那反正大量增加手感，让我更加舒服，跟上次无聊一样。那反正我之前刚我也在评价那些技能，我中去之后都比没有打算评价技能，直接我低处。各种带手感，强吧，也可以理解啊。刚刚出的时候，变强一点可以增加销量，而且新出的杀手比较强比较合理，强度盘降。那反正比较强我也要去，你就咁咯。佢系底加强嘅，但系护士都应该削弱一下，护士应该削弱一下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打算竞技的话，你去做一个这样弄外一个角色，一个不平衡，这个狗干仔也没所谓。但是希望大家知道物质是多么不公平，多么不平衡。一个弱智狗干仔，低潮的。好了，这边已经买到《德古拉黑暗领主》，德古拉血王，马上点到50级吧。之后学成他的高手挑战，今天先把杀手再玩人类。好的，这边已经点人了，转身一次，另外人类，哦，目前有出现啊，卡多的造型，是莱尔夫的造型啊，卡多这是德古拉的儿子，这啊，卡多这是德古拉的儿子，也玩过目前的人呀。相信不会陌生，在原作中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人物，而且是代表正义、是不可靠的人哦。这个也解锁，没有玩够原作之一了。跟上杨启刚，
因为佢系一个好强大嘅人嚟噶，而且佢系好优啊，佢啲能力都好劲。吸血鬼快攻击！你杀伤我又可以自寻自乐，我快的血。So that shell was a time I need. Ah, Kato. My bad, darkness. 我都系睇啦，我即系冇玩咗呀，咁玩啲咯。如果要达到当初原话那种水肿，当然是不可能。他之前原装的原话是十分好看，但是以完全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。应该说那种原话的哦。要原创完全根本就接近不存在在这个世界，原本那个画风太好看太优雅，所以有点不真实。但现在这个节目呀，很好看，きれいな，就算是本代也认为很好看了。当初玩那个 GB 的时候，那一次我也没有玩。那我看别人玩，他整个动作是很流畅、很优雅。他自己本身的理念也是值得尊重，去讨伐他父亲为了正义大义灭亲。佢当初都系值得尊敬嘅人嚟嘅，真系好鬼劲喎！啲僆仔我梗系会崇拜。就讲咁多，继续咯。老样子，伤痛，没有太大变化，没有改动。出发！德古拉索第一局，行きます。我可以达成熟练吗？我不说我可以。一个正式服，第一局真很舒服。The true Lord of Darkness is upon you。啊，都已经忘记怎样了。马上先被天赋，然后能冲过去斩路了。我很成熟，为什么？哇，他改成这样了，要先按右键，然后再按左键，之前明明不用啊。超级新手，超级新手。还不跳枪了。妈的妈的！好呀！先要你救命！先要你去救命！我觉得很多思考。我再试试一下。Face the vampire! 今天的我现在狼形态还变快很多，好爽。保卫马上就可以成功，可恶，不可以大意。虽然他这样对他太容易，是在攻击。
咬我，我太熟练。我他妈搭成了。搞我！大意了。哇！这么太久没有玩了，怎样？这个人俩不差都是，难点都要够。搞我！啊，一直玩他，我操！倒是高层的弹我呀，这个太久没玩，好烦哦。不知道刚好这边在练习，靠我！哇，还有这个，妈的，好贱！不过这局一定要杀死一个人。啊，不知道很久没有玩。去死！好像有飞车 ，BN80，没差，赶紧，之后肯定会守死一个，我没差，一定守死一个，一定守死一个，忍住。Try not to bleed out too quickly。来个妹妹，用肉的开始突破，兄弟，把右侧王子瑞达，靠，不应该用。
再加强我这个狼形态，感度超级强，很容易就可以跳两下拉近距离。这人没有消掉，那地形不行啊。穿墙是不是啊？那玩不了。啊，这只有这样。这只不要，送给你们。又送别的呀？第一局，那是你好呢。第一局还有三，三内。到底该为啷个？我没有看到。妈的！找不到啊！四号马上指着那个人，爽呢！
全部都要死。在东下干嘛？呀哈哈哈！呢个描述识咗佢 ，you deserve this。哎，放他呀！好心你啊，上我手，要挂钩。反抗呢？我处这一个已经很爽了，孙悟空。啊！我还是不是很满意的。Nice。接下来，哎呀，好好啊！第二个主人身上的关节让他走出去吧。GG 多两个，你都冇有唔爽，好啦 ，GG 啦 ，Jeez， 好玩咯，呢番玩得几爽嘅，但系前期适应紧啲技能，所以玩得好唔爽。那前期在适应那些技能，玩得很不爽。那个样子蛮有料的，但不爽就是不爽。我感觉就系逆风这样。开始很逆风，三奈塔。哦，墙壁攻击，那是什么东西吗？好像试用看看。我再多玩一下的，再多玩一下有没有那个叫水源？再争取一下那个成就，熟练吸水鬼。墙壁攻击，这个就是当年战术风格。我之前是玩过 NDS 的恶魔城了，但我没有玩过阿鲁卡多那个版本，听说那个版本是最好玩的。呢边冇玩过真可惜啊！那个战术风格是蛮有趣的。就这样，这次有的话就没有打算三重配了。这是三指配，因为领主周围生成地狱火就感觉不太会打到。终于麻木状态，都这样三指配就还好，没有太强。来，黑暗领主水娃第二拳，刚可以看到我那个蓝形态超级强，而且我蓝形态就算人类没有流血，都已经可以养这个猪。对，只有他们位置。啊，没有。
这样子好多没有闹。 佢穿牆啦，得，哎呀，經常車速，經常性車速，街，車速點睇啊？不過影響好大。 他这样玩意义不太大，但不用太差不多。就他拖慢他的节奏，我就吓死人了。呢次一定要首先啊！呢次一定要针对啊！要咁收得咁快，一定要首先。呢次一定要首先啊！呢次一定要针对啊！ 有点难，我接下来我终于到了难度。 针对多啲嘢，不过而家都唔似。现在也没有好木啊！
好，直接他出局，还敢闪光弹了，四号。出局了，弟弟。难讲吗？嗯，这局任务可以达成，好麻烦，太难受了。Fascinating。赶他出去！我的猎物，都这样把你挂，不开玩你！我惨遭我千鬼啊！没有什么、啊，没有控制技能就是这样，何况是一些新杀手。不要啊，点解点都唔意外喎？佢哋又收得快嘅，呢边又冇针对到。如果计我话咧，如果尼可拉斯我一嗰下冇成功针对咗呢铺啊，有机啊！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找到尼可拉斯开始前针对的话，那个是会节奏点，不多说。这边也不是他一个追求胜利。接下来是人类时间，这个恶魔城这个沙场很有趣，之后有机会我也再玩，但是很好玩的，尤其那个蓝形态的追击能力很强，他那个二连跳摇可以练一下，在小白房的话会很不错。若一是威斯卡的二段位可以打伤害，但他跳的比较远了，要一开始就计算，而且二段感觉是会 B team 会发动的，你不可以像威斯卡一样取消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我还是很不爽啊，刚那个狼形态没有发挥最大，所以我们再多玩一局。最后一次我可以熟练跳跳成功吗？这次用 Flyder 的红彩戒指加强地狱 Force 追踪技能。但是注释会降低一个降低强度，而我这个就是生产额外一个辅助，这个就是增加一个辅助，这样就等于没有减少，都这样吧。希望这局可以更加大发挥狼形态那个二连跳啊摇，他力气可唔可以完全发挥到狼咬嗰个性能啊？啱啱玩得好唔爽，好唔努力，今次要报仇。不过其实都玩得爽嘅，打到苏花仲庆，玩游戏最紧要开心，又唔使咁功利嘅。又俾我次次玩游戏最重要开钱啊，又不用，我这样真丑。我跟圈我是比较希望胜利的。You want to win? By the way, show that. 我可爱的时候 ，show 在右下角看着。出发，
一开始真被喷不行看来，谁能？真的，一开始不是这么看来耶。Wet mode， 应该说 bad mode。見つけたな。哇，会自动追踪。这红配哦，这么厉害！这板区感觉不用太瞄准可以。这板很有劲啊，这个飞机。This speed is strong actually, shall say. Shush。我可爱的蛇。哦，这有必中你们收哦。有发配到哦。他们没有收太快，可以不守时了，可以不用真的了。I mean， 应该唔使太针对。这个天也没有发挥到，哇！天也要打，我也要打，那好强，好强，那好夸张。Okay. Damn it, this attack range, the fuck, 小三，小三，应该是4.8的，他平 A 都这么高，平 A， 我这里没有问题。Display。你都问我唔爽，其实是很难的。啊，刚没有用到，要嘛？刚这边低了。
玩不了不。先不要这么气热的。水中哦，我感觉要玩得有点累了，这次是最后一场。这种杀手的所以蛮需要练。后面呢？都已经这个地步，还以为我没有战斗吗？都已经是闭眼，杀妹，这个浪费太多时间了。文清，你也去死！没用的了。Die already. 地狱堡自动追踪，気持ち。今晚又不爽。我老婆有。这个地狱堡这个红配好爽，再搭配这个鹿的手指配。不对，这搭配就是50增加一个地狱互相保住。哎呀，到了妹妹。两个一起追踪。干嘛？玩死了？没用的啦！地堡自动追踪没有上下吗？放弃吧。这次姑且要用男朋友次数比较多了，就这样。阿卡多，出击。手指网可以获得熟练挑战吗？他的模型蛮大的吧？哇，好大哟，比我想象中。阿卡多获得手电筒。哇，超级不单位置，有点打碎。这里面实现的人都一样啊，看到了，可以用手电筒拿信用。左面那个图示也蛮好看，做的蛮不错的。
看到本来颜色体型也是差不多这样，他也是蛮高的。这个体质比我想象中大。成功了，那是白骨啊，好烦哦。这个好烦，慢慢收机先啊。我必须赶快收才行，不可以啊。我们被他抓好了，收着。是。然后二楼跳到要完成熟练挑战，自杀逼。哇，这个人什么情形？我靠，他在干嘛？卡住！这掉线！卡住了，啊！啊，卡到了倒地啊！都没有，第一次啊！感觉很新，打得开啊！现在有一个机械人很不易，要摆过就很麻烦了。马鬼房，我看到伊斯在被 pop is popped， 那好笑才对。Yes， 没有想到啊，看到又要被挂的一天了。那我们是很强的，大丈夫。啊，看到心理也很强。走错路了，需要面罩。别叫我。赶快出手！再不出手的话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出手，出手！之前那个机械人有重视的。目前我对他这个这母在游戏中的表现感觉蛮不错，蛮轻容的。那体积蛮大，在原作中的话看似很瘦，那其实他是蛮高的。在原作中给人的印象是体型没有这么大，那其实他已经比常人更加大了。在原作中是跟那些怪物对比，所以才会显得很小。那其实他是比一般人更加高大的。这点也很正常。
你们睡觉吧，你睡觉我不用管我。你睡觉的。妈睡。我这边也没有吧。没有什么可以活命的吗？争取一点是一点。我们已经争取了时间了，来咗嘛，笑咗。是啊。哦，他这样好多。这么吗？这开的是机械。作为机械男生已经做得不错。大妹啊，直接三个了。没有毁灭大计啊。Shit. 之后我要团结他看一下。Of course. 熟练的到嘴嘴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很多卡罗动作。对谁对谁说的。现在探口结我们没有达成到天线说的。也不一定每一个挑战都要完成的。接下来就马上奖赏那些动作吧。哎呀，没有什么所谓啊，我们要玩得开心。现在各位看到所有动作，继续玩一下胜利契约。这个很牛，都是炫技专用的。搭配工具箱的话，就会让那个收益比较大。但整体真的很牛，队友队友，我没有打算多说这些。看到第二枪，我是选我吗？看到选我，结果他也有做这个截他动作，他的嘴在危险哦。截他动作已经完成了，结果他没有电截他。我第一次弄堂听说他有电截他，他原来是谣言。该说这是一个想法。之后还有很多动作，像金铁骨跟发现的动作。这才看到一个玄武，这是另外其他的玄武，我们俩会保护的，顺便保护的。那我是只为玩玄武而战。你只赢了他，选我赢了他命，还是我？他能选谁？啊，我靠！选我受伤了，那我们俩就可以受伤我。我刚看到那个动作，没有看得很清楚，下次再看。情况不好啊！你小心。哦，小伙子，阿里啥造型？这动作，其实这是要带同时，
每一个人也差不多是做这样动作。那个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哦。他最近暴心加强。拉远一点，给他得到，他已经二星，他现在鞭子已经，他网游我也比较远了。刚才这个区域没有漏灯，三奈的，不行，这发要其他生活的，我们要，那可以都去台前，说马上了，麻烦了。也没说不太爱他的生活生活，但是需要爱好生活人，尽量帮助一下其他生活，但我是只为我自己的生活。Thank you. 毛病。这样间接也是阿卡多跟生化危机联动，在阿卡多外有这个眼泪哦，喂吧。之后我睡觉了。哇，为什么我在这里暴露了吗？呀，没有按到，是应该按到，按到做的很，就很麻利这样的事情。Shit！ 我们收集速度呀，也很快哦，打来妖怪。Damn it！ 现在不是保护形象的时候，现在是我们要先自保的时候。算了，差一个差一了。其实是我们现在被针到了，是我天真的。他现在很低很惨，烧死我！他现在蛮正常。那我最后要姑且要看到钢筋铁骨那个动画。毛不远，很危险。现在我都不要出来，我不要出来，我要被发现了。然后马上磨，马上磨吧。
没有时间出现疫苗啊。走，而且要去到他那边了。啊！是啊，但是 this the worst situation 可能消防分队。那车好像不是很好，没有，这是太久没有玩的代价吗？太久没玩了，得哟。技术新手赛，不过要我讲要复要复健都系一两场嘅事嘅。妈要我说重新，重新这样也是一两场的事。现在是下午时间，我可爱的蛇，现在已经转身离去了。跟我玩的不是很好。现在是蛇，我可爱的蛇，这次要认真哦。それで勝負のために、勝負者の正義のためにだ。I can own the Leo's VP. That's good, 上司。只要可以花到最深的三个技能的效果，我们可以的。勝負者の決めです。ナイス。用兽人可以获得最新三个技能了，正！成功！哦，那三个技能也不是很强。我们再这样玩一局。出发的啊。这个要搭配的话，当然也蛮简单的，就是用一些专门增加道具类的，例如说尼尔的街头范儿，跟菲利卡斯的破戒重用，麻烦这些一些搭配道具使用的技能嘛。但这边没有打算这样搭配，就这样单纯收集好，你瞅。当需要出击 ，Let's fly, Shoset。我可爱的蛇，我们可以玩到圣殿契约这个技能吗？给我发电机。那蛇 ，Show Master is so beautiful。我看这个都打的吗？是浪费啊！浪费了的。现在不可以用 N 卡，那已经让我整个画面太黑了，这样不太能够看到什么。是，这样我也蛮可惜的。话说我现在这个稀有度都已经是蛮高的。不知道如果打到板会变成怎样。拉屎啊！现在这个稀有度都已经很高，是我动类的，我动类应该是最低的。
那反正他最后不会把我，他可能从活动类变成，从活动类变成一个死尸，只是也可以，这有可能。那如果我逃出去的话，他会玩给你。就是现在这个活动，这个他不会保留提升的稀有度的，他会玩人一开始那个，那收元战魔吧。妈，收元战魔，小马神收服，思想球。看魔吧，那我还可以弹解他。还想针对啊？我没有批准你吧？大妹啊，你干嘛往这边嘛？认真哦。太黑了，本来都已经马上死哦，稍微可以。太黑了，那我没有都已经拉了，他妈妈没有抬你头，那完了，先摸你吧。老师，我可爱的熊。之后光试试烧鸡，你呢？我先弹解他。现在他改版样式，不可以这样让我很愤怒，可能是一些版权问题。是。I can't smile now. Fuck that. Show that.是啊，他摸到了每个生存者微笑功能，啊！太愤怒了，干嘛不赶快收集啊？不收集的话，就会输了干嘛？他说我截他那个也没有生效。刚结束的时候动了一下吧，结果没生效添。真知道输魔，那个人才一个而已。收这个也可以，前兽是可以没抢，是啊。This makes us angry. What the fuck? I turn this off.
是很愤怒。是。我也是。我平常毛毛的。上层在微笑中。这公平。现在没有路径，太黑了，根本看不到。我不清了。刚好还是用不到那个，因为会用板打到他的。我这边有板，妈的，谁去烧的？再不烧，大家都会死。烧到只剩一台，就跟他玩。我这边一台就同佢玩啦。一个而已，打一个。都我们前往路径到，车尾要逃出去。车尾也不会，最后不会太。是啊。Oh no, this not good, 兄弟。现在是有一点危险哦，是我们在牛。是啊。我可爱的蛇，大家快过来，那个人已经三个了，可恶，还在这边摸。是。在干嘛？这很低的，这还不过来，你得关那个没有啊？受不了！就是因为他刚穿在门，是，状况太强了。
曾经用棒打他吗？好可爱的蛇，蜡蛇。那很恐怖啊！你现在如果他改成美国生存战斗士的动作，他这个嘴这个动作很僵硬，就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牌。 人样子不好看 ，Be just taste this. What is that emo? Fuck, show that. 以前那个更加好看的时候，是啊。那个表情为什么又变了？哎，很愤怒，明明之前那个表情都已经做出来。 微笑嗰个动作，跟住变咗毛，都令我哋好嬲咯。哇！刚刚有看到变化，我感觉没有看到变化。这个稀有度不会改变咯，是这个意思。 跟住我奇怪，这个地图很明亮，可以更加看清雪。那雪，那我们正在受伤了。雪。This hurt. What's happening, Josette? 停止，速收！你们赶快去找我，继续收！
这抹不了。一直按着动作，这也不可以的。抹不了。一直按着动作，冲刺这也抹不了。太天真了。哎，这边干嘛？先管不了，先不要管他。你这按着冲刺线，这低了吧？这互动不了，是什么 B 区吗？我唔知我系逼咗，啊呢个你一直按个冲刺键，应该是冇不了嘅，应该是强势吧？压力压力，另外战斗你了，那我这边先掩护一下，争取时间。加入受伤的，是啊，头垫下去，我身材力量太低了，小周，我肯定会用，是，而且不会放太硬，快点过来。因为之后他会传送，你看过我吧？先某人之后再叫，这是双状态叫声叫，你干吃。我去救啊！呢边一挂啫，先可以快出手，对了，唔收好啲机啊！
你打车的吗？大家都已经这样很危险了，弹这条，啊，那个不错，这切玩得挺爽的。那个，可是那个技能也没有太在意啊，那个技能是蛮一般的。去看一下刚刚有没有增加耐久度哦。那反正恶魔城就玩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这还是很好玩的。不过是杀手比较多，人类的话主要是卡刀出来，所以我比较惊艳，我跟车友玩的开心。卡刀比较惊艳，比较惊艳，原本的那个角色也不错。拉雅夫本身也不错，两个都是一个不错的损失。一种这样的这一次说爱上学喜欢影片的请按赞跟订阅请来支持，我下期再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